我俩总讲，我会当无条件为伊付出，啊，不过愈是甲伊近距离接触，我煞愈来愈无法度控制家己的心。南浩宇，你是在做啥？前前是咧，我是只是情不自禁，我想要爱伊搁较济。想要甲伊更加亲密，啊！不过今仔日我总算了解啊，倩倩需要的是友情。倩倩，若继续甲你安尼行落去，若真正发生关系，这是会出问题。我真正不知拄只我伫创啥，我哪会这么冲动冒犯着你？是嘞，是嘞，我甲你讲啊。我早就将你的背景啊调查甲真清楚啊！我甲你讲坦白的啦，我就是看你无。我对伊的爱，只是增加伊的负担，一切拢是我家己咧自作多情。是安怎？浩宇迄个动作，会让我感觉遮尔啊无爽快。敢讲是我想过天真啊？男女之间根本无可能有单纯的友情。